道这就是开启九转玲珑阵的代价？是要巫族灭亡？那元灵呢？他自出生便注定要背负的使命，终需他自己去面对。圣巫女只为巫族而存在，只有圣巫女清晨，请陛下忘了以前的清晨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，我亦会与你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灵王府东暗藏骑兵，一律不闪，即刻所达入宫。陛下，叔父还是我的杀父仇人。我知你心中只有四哥，可如今我的心里也只能容得下你了。你若对他有一丝一毫的东西，我就去爱别人。我要去清晨为妻，求长老成全。你可知如何才能放弃圣巫女的身份，受六刑，过死关？从今往后，巫族将再无清晨其人。元灵国为世，以圣巫女为后，本王要替天下除去这个逆贼。如今唯有开启九转玲珑阵，才能改变这一切。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不会让你爱上我。